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77集的节目。紧接着还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领袖之争的玩具。其实分享领袖之争的玩具呢都会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画片呢我个人呢追的是比较完整，然后呢对于角色的背景啊还有一些情感方面都放得比较深入一点，所以就会在分享的时候呢总是可以比较能够跟各位大家多聊一点东西啊。这震波 Shockwave 震波，它呢算是领袖之争的玩具里头呢我第一个跟各位做分享的。那关于它的故事背景呢大家其实也都震波这个人物本来在变形金刚的这个历史狂派的历史里头呢它就是一个对于密卡登来说呢他对密卡登的那种忠诚度跟音波对于密卡登的忠诚度是不太一样的啊。或许音波是绝对忠诚于密卡登，但是我的感觉呢震波是比较是像是忠于他是对于复兴 Cybertron 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兴趣，只是目前呢他是认同于 Megatron 认同密卡登的这个理念，所以暂时跟狂派来作为一个合作的一个对象。我个人对他的一个认知是处于一个是向这方面去解释的一个人物。好，那么呢在领袖之争第二季结束呢然后第三季即将要上档之前的一些预告呢我们就看到了震波会出现，然后呢非常多的人很期待。那的确呢他在第三季里头的表现呢非常非常的抢眼哦，既算是能文能武的一个人物吧，既是一个重要的狂派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第一把交椅啊，同时也是战斗力的方面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让博派呢看到他的时候呢总是要好几个人才能够给他和他勉强打成平手吧。那这一次呢分享这个玩具呢是一个 Commander Class Voyage Class， 我也有购买啊，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空去把玩。那这个 Commander Class 呢是一个在网络上用170块钱新台币就不小心就真的还真的飙到的一款玩具哦，玩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物超所值吧。如果用这个我所说的这个价位的话啊，首先呢就一个体型来说，一个 Commander Class 的玩具来讲大概啊跟之前推出的这个这个算是这个是 Beast Hunter 算第三季的玩具，而这个算是那个 Robots in the Sky 第二季的 Commander Class 的体型的话呢基本上是蛮接近的、哦、可是呢我不得不说啊，这一个 Beast Hunter 的这个 Shockwave 的话呢身高差不多，可是胶的话还不如我手上这个 RID 版的这个马格斯的胶这么好啊。它的胶呢感觉就比较轻了、哦、然后呢身上呢有一些地方啊，像这个灰色的这些部位啊，就用了这个第三季 Beast Hunter 这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里头很多的那种，就是像是混合的那种塑胶一样，这种流水纹在上头啊，所以就感觉质量来说呢是不如之前的这个版本这么样的一个坚固了哦。那当然，如果它跟 Legion Class 的玩具来相比的话呢，它的体型呢就相当有一个优势哦。那一样啊，非常符合到动画片里头一个魁梧的样子。独眼啦还有这个右手的应该是左手的这个大炮非常还原到位啊。那翻到背后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地方当然是很明显的有这个偷胶的情况，而且是100%的偷胶啊，这个不是任何变形的需要，的确是挖空了、啊、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挖空啊，这个是这个在这个时代的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啊。然后呢后面的话呢背部呢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背啊，它这个背部里头呢还是有很多很精细的一个刻画在这里头。那现在呢镜头呢就把它拉近来看一下后面啊，刚刚提到后面各位呢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后面这个地方呢这里有那个应该是类似于背部脊椎的一个机器的一个刻画，非常非常精细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零件的一些细节基本上都是有做出来的、哦、背包的话呢是一个履带背在后面的造型哦，完全属于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背部，很完整，非常美，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一个背部的设计哦。正面的话呢眼睛呢是属于红色的涂装而不是透明件哦，头部呢一样是完全不能够转动的。然后狂派的标志呢在这里非常的不明显哦，非常的不明显，对照于它这个对照于这个图上面的这个颜色来讲的话，色差来讲是比较大的哦。然后呢就这个地方应该说银色的这个部分呢一样也是涂装而不是这个其他零件哦。淡紫色呢跟深紫色呢还蛮明显的、哦、这个就
非常漂亮的紫色，其实光线反射之下非常的好看。那塑胶味比较重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灰色这个部件，一二还有大腿这个地方。不过呢，腰间的这个地方呢，腰部这里还有这个地方呢，则是银色的喷漆哦，所以它的一个用色量还是比较丰富哦。包括后来这个地方是铁灰色的涂装吧，这个跟这个地方这个亮银色又有那么一点不同哦。那整个配色来说呢，可以说是很丰富吧，哦，算得上是一个基本上来讲非常有看头的一个玩具了。整体的一个可动度来说呢，头部呢刚刚已经提过了是不能动的，手臂的话呢两手都是一样可以360度的旋转的，而它的这个360度的旋转呢，除了刚刚转动的这个地方之外呢，它本身呢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个球形关节哦，所以呢它的手臂的可动性来说呢是非常非常良好的。二头肌不能转，但是呢，肘部这个地方这个球形关节呢，基本上呢取代了二头肌可以旋转的这个功能哦。当然，二头肌能够旋转的话的功能会再更好一点。手部的话呢，这里就整个是一块零件了。拳头的话呢，是一个爪形的一个设计。另外一只手臂的可动性呢，基本上大同小异啊，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那附提的是呢，它呢因为这个地方哦。这个部件，这个灰色的这一块部件呢，跟横的这个灰色部件呢，中间的这个紫色这个部件呢，是被插在里头了，所以这一块本身可以单独去动。这个呢，在拍一些 pose 的时候呢，你各位呢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些调整哦，算得上是一个蛮令人意外，一个有点小惊喜的一个小零件的一个设计哦。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两边的关节都是一样，只是差在说这一边呢，这一块是大炮，这一块是一个手臂而已。然后呢，它附带呢也是有一个子弹，但子弹的造型呢还是挺丑的，它应该是做出一个火焰的一个样子，但是没有任何涂装啊。那基本上呢就是一样，把它放进去。发射的方式呢，这里呢虽然有一个像是一个按钮的东西，但其实呢它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发射的话呢还是要用推的哦。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一片往前面推哦，然后就是这样子推出去哦。OK，那就这样，子弹不好看，而且呢，装上去之后呢，手臂的话呢会装上去的话哦，这个子弹因为就是这个已经太长了，基本上呢会拖到地板，基本上它会站不稳。所以子弹的话呢，基本上我根本就不会想把它给装上去。很少说有子弹会让我这么厌恶的啊，就是这个子弹设计的长度太长了一点。那腰部呢是不能够转动的，腿的可动性呢一般。然后呢踝部的这个可动呢略差了哦，它呢是可以往后动一点，这是变形的需要。但是往前呢不能动，往左往右也不能动。那因为这个脚底板的这个造型的关系呢，所以呢它在站的时候。在站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它弄到侧面给各位看，它的重心基本上都要往前面移一点。如果呢稍微把它往后面一点的话呢，它就很容易就会往后面跌倒了。这一点呢，就是站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扣分了哦。那后面呢也跟各位展示过了，背包是算得上是设计的非常非常成功的哦。整体而言呢，在机器人方面的还原度啦，还有一些可动性、涂装各方面来说呢，都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Commander Class 的玩具了。再来呢，就和各位示范它的变形过程哦。而在示范变形过程之前呢，我一定要稍微念一下 Hasbro 哦，这个变形的说明书里头哦。有一个地方就是没有提到他大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变形方式哦，那加上呢他的官图呢永远都是秀出这个角度啊，或者是说这个角度，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看到他腿部的这个这一带哦，就是一个变形到底怎么变的，我根本就看不到，所以就变形的时候呢，我也是失败了很多次，那我最后终于摸索出他的一个。大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变形方式哦，那现在呢就和各位来做一个示范哦。首先呢，这是一个挺猥琐的一个变形模式哦。待会这个猥琐的部分待会再说吧。就是呢，第一个步骤的话呢，先从后面吧，
其实因为方法很简单了，首先呢是这个杯挖黑色这个部件呢，把它往上面提。提到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紫色部件呢跟黑色部件呢就成为一条线，成为一条线。然后呢，把它往上提一下，腾出这个空间呢是要收纳这只手臂啊。这只手臂呢，这里有一个关节啊，可以把它往后面举过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凸，要塞到它这个。我实在是就是它后面那个洞嘛。就是俗称，就是不管你是说它是肛门还是屁眼还是菊花吧，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然后呢，另外一只，现在就要收纳另外一只手了啊。另外一只手的收纳呢，只是收纳到前面。首先呢，把这个地方搬开来之后呢，搬开来之后，这里有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上面移一点。胸口呢，把它往两侧打开。这个地方开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挡到这个手调整一下就行了。就给回避掉了，而且呢，胸口两片呢造型不一样，这一边呢是比较厚的，但是这一边呢就比较薄一点。这个比较薄一点呢，是为了让你方便闪开这个关节哦。然后呢，头呢把它给往下面收进来，这里利用这个关节呢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前跟后啊都是一样紫色的，这个深紫色的部位呢是在上面哦，在上。然后呢，这个手的话呢，稍微把它做一点调整，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炮台呢，稍微转动一下，先放成这样就行了。再来呢，是把这一片呢往前面放下，这个有个凸要放到这个洞，这里呢就把它扣进去。然后呢，这个刚刚这个两胸的部分呢，把它收起来。这个地方有时候会稍微卡到旁边一点。卡到旁边一点，没关系，躲开扣起来就行了。再来呢，就是这个说明书里头呢，完全没有办法提到的一个腿部的一个变形啊。腿部这个变形呢，是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有一块凸，两边都有，这里又有一块凸。这一块凸呢，就是要塞进这个缝里头啊，这个缝里头。才是一个正确的变形哦，就从这个样子把它给塞进去，这样才是正确的变形。基本上就是呢，把它这个大腿这个偷掉的部位呢，等于是翻到正上方，类似这种位置翻上来之后呢，然后呢旋转这个地方有一个，它这个机器人的形态下，这个可动刚忘了提了，它的这个膝盖以下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OK。把它转成这样，或者是说你先把它转正之后呢，再把这个把它给扣进去，有一点不太好扣，至少我手上这一组是相当不好扣的。然后呢，前面的这一块呢，把它做一点点紫色这个部件呢，把它扣到这里有一个小小凹槽，把它扣进去。然后呢，前轮的话，主要还是就是这个地方呢，你要扣得稳的话，我手上这一组还有点小难，但是呢，我不会把它扣得很紧，因为我怕把它弄坏掉了。那然后呢，再调整一下前面这两个轮子的地方，后面呢，你就把它给放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做出一个，只要让它能够碰到地面就行了。然后呢？如果发现呢，前轮呢着地性不好呢，就是旋转前面这个关节，这样子呢就完成它的一个，完成了震波的一个变形过程了。确实呢，在《领袖之证》的动画片里头呢，震波的确是出现过这一个外星坦克车的样子，而且呢是在地面上行走，非常有魄力的一款重型的战斗机器哦。在这个玩具里头呢，基本上呢重现的还原度是很高，而且呢轮子的滚动上还真的是相当有魄力哦。虽然说是一个外太空
这是一个非地球上的一个坦克车的样子，可是它的确非常非常的霸气啊。这个配色的话呢，还会不禁让人有这个电影二的那个暗金版的 Megatron， 亚洲限定版的那个暗金版的暗黑能量金版的那个配色的感觉哦。加上呢，这门炮呢，基本上呢是可以，子弹呢，这个时候我就在炮，在这个时候呢，炮我会比较考虑装上去，至少呢，它在不会像机器人形态啊一样，这个手呢会影响到它的一个长度。那讲到长度嘛，就是刚刚就提到卫所，对不对？它的这个变形啊，这个是一部非常帅气的坦克，但其实呢，它的变形呢，如果我们请小兵来做示范呢，它的变形就是这样，一只手呢往前面放在重要部位，另外一只手呢往后面往你的屁眼这样一搓，然后呢两腿这样一开，其实它的这个样子就是等于是一个人这样，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哦。所以呢就是 Ryan， 就是有一位 YouTube 频道上面的这个Rhyme 的这位视频上传者说的，说这个 Shockwave 的这个变形就是反正就手往后面的屁眼一插，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握住前面的东西，就是对不对？虽然他这个样子你很难想象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就是对不对？就是比较棒的就是这样子哟啊，就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啊？总而言之，玩具的话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说这个变形，这个腿这个地方要镶到这个缝里头呢是比较困难一点，加上说明书没有说明啊，希望呢我这个影片呢有教给各位一点点。我是觉得啊，在变形的时候呢是这个腿的话是稍微有一点斜斜这个角度这样子进去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就斜一点这样进去可能比较有感觉吧，就比较容易扣得紧了。那底盘的话呢当然是乱七八糟一片了，就是一个机器人的手就在这里，然后就反正翻到底盘就是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作弊的一个造型了，毕竟是外太空的一个坦克车的一个造型了，配色也非常好看哦，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Commander Plus 的玩具哦，特别是这一只呢，我又是用比较低的价格拿到，就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呢，它的这个炮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给它，因为之前扣的比较紧一点，这个地方呢，你会扣的这么紧吗？OK， 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把它松开的，松开之后呢完全是可以做一个我说的360度不是说这样子的，我是说它个别这个炮的话呢是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就是呢可以朝你想要的各个角度去做一个发射啊，甚至呢你要把它完全转到后方来讲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非常非常不错啊！你如果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啊，都做成另外一个高射炮的一个摆放，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是一个乐趣度来讲，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高哦，在一个 Beast Hunters 的这个 Commander 系列里头啊，非常值得去收藏的一款玩具哦。那我相信呢，大跳楼的时候呢，已经快要到了。我是说台湾地区啊。那在大陆怎么样我是就不清楚了，但是就是目前这一款呢目前量已经开始在多了哦。如果你对 Commander Class 的玩具不排斥的话呢，那 Beast Hunters 的这个 Shockwave 呢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款官方的玩具了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